KKKKK。IPSY 宣布即将会在7月31日发行新专辑并正式回归，在之前就已经率先公开了先行曲，由 JYP 参与制作的歌曲，在风格以及歌词上都能让人感到满满的 IPSY 能量。而在近日，官方公开了此次回归的专辑试听影片，用超新颖的舞蹈方式来完美发挥出 ITZY 劲舞团的优势。李智和刘真全程交互单人以及双人舞来呈现，简直帅到没天理。视听影片中虽然能看到李智刘真的精彩舞蹈，但全程却不见莉亚彩铃和有那三位成员，直到最后公开主打歌 Cake 的片段都没有看到身影，让粉丝们对此都感到相当疑惑。 KKKK KKKK